四班一千米嘅短途準備。一開閘嘅時候，咁啊前面快嘅馬咧，見到橙色眼罩就創出商機啦。中間權進精英啦，出邊仲有呢個士馬蘭追，好著意搶啊！中間咧頂咗上嚟，仲有呢只勝在分秒內蘭納得起嚟噶。咁啊再後邊嗰陣啦，咁啊先見到咧，咁啊有呢個好利佳啦，出邊有大哥哥啦，心甜意合紅眼罩啊，內蘭尾四咧有呢只勁啲啲啊，咁啊喺佢出邊有膽色啊，後邊嗰兩隻馬高山威龍同埋呢只咧就火龍寶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勝在分秒帶住權進精英第二啊，咁啊拍保好積極嗰呢場喺出邊都殺到埋嚟，內欄第三就是士馬蘭追啊，第四位咧橙色眼罩創出商機，紅眼罩咧就心甜意合啊，後邊有個好利佳大外檔噶，中間米米追咧就勁啲啲噶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咧就係呢個士馬蘭追噶啦，埋欄位置有呢個勝在分秒啊，中間心甜意合追緊咧，最出咧仲有高山威龍好利佳嗰啲嘛，最後100米士馬蘭追打幾邊佔先咗啦，咁啊睇下到唔到啦，大外檔追緊上嚟就係呢只好利佳接近咗啲士馬蘭追贏啊，第二名好利佳啊，第三名咧就心甜意合啊！咁啊，結果咧，你睇睇呢阿柏寶呢場馬點樣跑啊？士馬蘭追真係頭嗰段積極到不得了啊！結果就咁樣贏啦，好利佳第二，心甜意合第三，第四名影相啊，兩隻馬好近啊！好啦，咁啊，我哋見到呢只士馬蘭追啊，咪真係一換翻柏寶咧就贏啦！好利佳又係咁樣樣啊，睇直鏡就知咩事噶啦。第三咧就係呢一隻心甜意合，第四咧哇好似高山威龍仲高啲添喎，當然要影啊，同嗰只勁啲啲啊，好浪漫啊，小弟弟。最緊要隻馬就係要靚翻先啦，一睇九檔起步啊，佢點樣埋去啊？你見到前面快啊嘛，好跟住你哋先。俾三重頂住佢嘅嗱，權進精英勝在分秒，創出商機。跟住話：咦，你哋搶救啦？誒，大把時間俾我慢慢睇呢啲位啊！挨下又埋啲，都未埋到啊，都未埋到啊！誒，依度見到一個位啦，埋到。是吧？哇！嗰度咩事啊？嗰只有膽色。其實嗰度係有啲問題，因為好利佳係 check 過嚟嘅，跟住有膽色就飛咗出去啦。唔知嗰度真係發生咩事？賽後報告睇下講講啲乜嘢，睇到啲咩啊？我哋入正直路話柏寶呢啲位啊，真係食虎到叫白飛咁滯噶啦！入到直路一騎咁啊，真係突咗出嚟啦！好利佳咁，你話 OK 啦，係少少狼忙啦，轉彎嘅時候又浪啲啊，早咗少少踩咗出去啊，蝕咗啲位啊，打落去有啲外閃啊，姜成有啲鬆啊，係咁多啊嚇。